哎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刚才还把我灵力给弹回来了。我在静思。恭喜你啊，活下来了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我没有心事。你一有心事就在那儿打坐，这点事儿还能瞒得了我啊？我是因为他才活下来的。嗯，有故事，有故事。让我来看看。这么惊心动魄的一番经历呀，看来我的眼光没错，你和我一定能够重振我们的星辰阁。那个诅咒，方无影，你今日救了他，他也总有一天会死在你手上。哎，诅咒这种事呢，也不能全信。我不能拿他的性命做赌注。有我在呢，怕什么？只要你动了杀他的念头，我第一个先把你打晕。你要第一个杀了我？不用说的那么沉重吧，这不是有我在呢吗？再说了，我看那个丑丫头的这个心性啊，跟我差不多，没什么长性，哪能受得了训练营的苦啊？用不了五天，啊不，三天，我保证她肯定自己就走了。她这次有些不同了。那不正好吗？严师出高徒，正好可以磨磨她的心性。哎，我说这次你要欠我几个雨珠嘞？哎，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没事，知道吧？先坐。我告诉你，我爷的爷爷。秦芳，你坐我床干嘛？哎，我都听你说好几遍了。当今无人能比。哎，那这样，我改天再听。这是我床。行，你慢点啊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床写你名字了吗？写了吗？看到茅房那边那张床了吗？你这种人啊，只配睡那儿。说说看我什么人？连张图都看不懂，让精细得逞。我说错你了吗？哎，傅荣彻，你要不介意跟我挤挤？回去给我们看有什么用？找你的连衣将军来帮你啊！我不需要任何人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成为银翼铁骑一员。